那个爸。沙哥言承旭比你都大啊？真的？真的假的？你比沙一哥大？我比他大啊。来，道明寺，说一下你看到的故事。在一起100天，带你去听你最爱的歌手的演唱会。他唱了一首《晴天》，我记得那天下雨，然后我还用双手帮你遮雨，然后送你回家。看演唱会啊！从我得到的信息，就是他是一个很难有力的一个人。我觉得迪娃他做的事儿是最难有力的，他对所有欺负过我女儿的人身上贴了标志。我觉得长得最丑的人是我女婿。哦，你选我就选我，没必要侮辱妈妈。你不要怕，你能不能再爱我一次？他很有幽默感哦。